承接过去，我哋喺未来将会组织更多与时并进嘅活动，同埋提供更多嘅服务，满足唔同年代嘅同学会会员需要。嚟紧咧，我哋其中一个大嘅计划咧，就希望可以换一个新啲嘅或者方便啲嘅会址，等多啲嘅会员咧可以更加方便参加我哋。咁另外嚟紧我哋2008年一啲计划咧，去参加呢个奥运嘅大型活动。而同學會教育基金方面亦都會繼續發展，令到同學會小學和同學會書院可以更成功地成長。我們希望就準備參加一些本地的教育政策討論，這方面我們也成立了個委員會，我們也會探討下跟這個教管局或者是優質教育基金或者其他教育團體探討下有什麼合作計劃可以促進香港的優質教育發展。咁另外咧，當然我哋籌募基金啦、宿舍嘅計劃啦，各方面咧，我哋都要再研究一下嘅。咁啊，總嘅嚟講咧，我哋希望咧能夠喺對外方面咧，就能夠加強其他教育團體合作，以便咧我哋作出更大嘅貢獻。